Hello，嗨，等一下，切换一下，嗨，切换一下声线，谢谢生姜的巧克力。Hello，好好看吗？但我没法发际线，没法发际线，还好吧？也还好。今天跟我平时有什么区别吗？眼线画正常了。眉毛修了一下，然后就正常很多，发现我眉毛往上长了。不行，我穿太少了，要遮起来。不要看肚子。Hello，晚上好。我今天其实稍微看了一下我比武林的时候的那个照片，然后找回了我那会儿的时候画眉毛的感觉，因为我眉毛就是每过一段时间它会长变，就是样子会不一样。然后呢，不同的眉毛导致我的脸的那个幅度。也很那个啥，什么？他们在一个商店里面，然后买那个叫什么日用品什么的。我本来也想买，但是看了一下，它价格比正常的产品价格高出了2倍。太离谱，然后我就不打算去买了。然后我还开了个团那个意大利面，希望过段时间可以到，希望可以在30号之后再到吧，也不错。啊？为啥？啊？下架了吗？真的吗？是被吃完了吗？我们肯德基排到了5月1号。希望他可以送到吧，他是送到了，Hello，晚上好，我感觉头发有点长，但我只是随便拉一下。今天我是被女的给一些几个女的给敲门敲醒的，因为要那个核酸，谢谢，我不是白嫖啊的奶茶。谢谢，我不是白嫖的奶茶，因为要核酸，然后突如其来的核酸，我真的会谢谢。然后，本来昨天是打算恢复一下睡眠的，结果没睡多久就起来了，太难过了。在楼下坐了好久，然后呢，发现食堂在发老坛酸菜牛肉面，我当时哽住了。然后空调开的是热空调，然后因为很早嘛，然后我又很热，虽然我穿的也比较少，但是我很热。然后那个热空调还就在我头上盘旋。后来食堂出炉了包子，我就没忍住，就是跑到那个空调遥控器那边去把它拿过来关，然后发现没有声音，发现哎那遥控器没有电，然后我就把那个电视机遥控器啪拆一下。把里面电池粗暴地抠了出来，然后放到空调遥控器里面，然后啪关掉遥控器，桌上一丢，然后人走开。脾气太大了，谢谢我不是白嫖的荧光棒。然后后来我才发现我就是为了出去做核酸嘛，我穿了个外套，就穿了一件毛衣，为了防止就是回来之后把毛衣一脱我就可以继续睡，对吧？防止病菌沾到身上。然后结果那个毛衣。放在那个我手一撑桌子，发现之前好像有人吃咖喱，然后滴到了桌上，一直没擦啊。然后我那件毛衣，它现在在我后面躺着，我打算等什么时候给它洗一下，希望能洗掉吧那个咖喱。但感觉我可能洗不太掉，要送回家让妈妈洗。就是康师傅的老坛，谢谢子琪的荧光棒。康师傅的老坛，然后
然后还有今天还有什么酸酸乳，但是我喝了普通，我会洗衣服啊，但是我又没有把咖喱洗掉的东西。你这话说的就搞笑，我能洗得掉的话，我还会找妈妈干嘛呢？远离康师傅吗？康师傅他以前就我们刚开始团购的时候，他说的是有很多口味，还有那种干脆面啊什么的，然后我还下了一个狠手，买了那个120块钱六碗的那个高级康师傅面，结果后来他说全部没货，都变成了那种一箱一箱的随机口味，真的是气死了。然后就因为他们下来的早，然后把那个香辣啊什么口味拿走了，就最后我们剩下的就是番茄鸡蛋味，还有那个什么虾的那个什么什么味，没有别的味道了。嗯，谢谢星河不止会呵呵的荧光棒。对，鲜虾鱼板面，我老是把它当成饭，鲜虾鱼拌饭，我说你不是饭吗？你怎么是面呢？就很搞啊，一看这个什么板，然后我就觉得应该是饭，但它确确实实是面，但有点咸，不是很推荐。嗯，但它里面的小鱼有点可爱，但是就也就那样吧，我也不会特地去为了一张那个有点像是国外的那叫什么巫师套装，就是有一个井，不对，有一个巫师的那个魔药桶，不对，那叫什么啊？那个就是你们巫师，不对，你们巫婆，不是我们巫婆，平时拿什么熬药？就是那个叫什么瓦罐，不对，拉面说没有拉面说。没有拉面说，然后那个瓦罐，然后就是往里面放东西，它会有声音，然后最后里面可以逃出来一个娃娃。我之前还想在阿里巴巴上买过，然后但是那个阿里巴巴上是就是它只有一个锅子，它没有那个配套材料。拉面说要煮嘛，没事，我已经研究出了不需要，只要不是太复杂的那种食物，我都可以用煮水的方式给它做出来。对，这康师傅面馆高端版，但是我没收到，也就是没有吃到。对，热水循环法太聪明了，对不对？很聪明。等5月1号我就开始再吃那个面。我现这几天先减肥，每天就吃一点点东西。我今天吃早上吃了俩肉包子，然后还吃了一小包两小包上好佳，还喝了一点牛奶。差不多了，不能吃了。真的吗？真牛肉，可惜我们买不到。嗯，我们是当天才那个彩排，所以明天的话，然后我今天要染个头发。哎，我头发颜色太杂了，绿不绿，蓝不蓝，紫不紫，灰不灰的，黑不黑的，看得出来吗？现在看是棕色，但其实不是的，我这边的小头发。它都变了个颜色，看，它都是浅浅的颜色。我这边的小头发更加颜色更加浅，可能看不太出来。就是每次洗完头，我都会震惊，啊，这一撮头发颜色特别浅，就跟那个什么似的。今天好像确实有点好看。五彩斑确实，因为隔离太久了，然后我买的京东的眉笔还没有到。上海是不是开始恢复快递了呀？说，我听别的成员说，他说上海我们这儿5月1号到5月7号就会解封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如果不是真的，我们就给他封一个。
脏辫，以前有做过，现在没有，现在还没做过。我也想扎脏辫，但是一般我假发片贴在这儿，因为和我假发片撞边了，就不太会去搞脏辫。等等，我在什么时候？那，哎呀，不要看，不要看，你给我劈两条杠上去就好了，把我的脸这块移过去，咯咯，就两条杠，因为我头发长得有奇怪形状，有点奇怪，不是正经的那种大圆头，就是有点像是我摸摸，有点像是那种，一块石头一样的，一块石头一样。的头，哎，我的这个护肤品的头子呢，就长得有点奇怪。等一下，我再搞一下头发，戴的位置不对。然后我还看到今天有发物资，发双汇的火腿肠，好想吃双，呸，好想吃那个玉米肠，我超想吃玉米肠，我本来。想跟他们一起拼着买玉米的，但是他玉米十斤一买，我又没有冰箱，然后十斤玉米还是甜玉米，我喜欢吃咸玉米。真的吗？你有玉米肠，你可以给我找个无人机飘过来吗？找个无人机给我送过来好吗？真的吗？真的吗？今天头发不太听话，那我感觉我跳的舞还没有够，还没有，还不是那么性感，就是要找要就是要找点感觉，咬牙切齿。因为场景啊什么的东西要当天那个啥，所以，哎，希望到时候表演顺利吧。期待，我也期待。就注意镜头感吧，感觉我不太会抓那种镜头。也不是说寄希望在舞台设计，也没有什么，也没有太多互动了，就是一个摆件。主要是靠舞蹈吧，但我怕我没有那么强大的性感气场，挺简陋的嘛。我担心我没有那么强大的性感气场啊。我会找别的成员，当天在的成员会找他们帮我拍个 for。我去问问看张月明好了，他有相机，但是他当天不在，肯定要麻烦他。真的吗？很性感。我发现我有的时候，我有的时候就是那种，有的时候有感觉就会跳得很好，但是没有感觉就跳的只是在跳性感的舞蹈，并没有那种很性感的感觉。本来就要求有点高吧。切全景吗？
换，真的吗？换，我觉得我跳的没有那种性感的感觉，只是普通的性感舞蹈，可以吗？那个样子，气场和好的，我知道了。打一点雾，真的，那就好，那我就放心的去表演，好好期待吧。那么今天我到时候要去练的就是表情了。今天着重练就是表情，不要眯眯眼嘛，头不要乱摇，嘴巴要放松。我什么时候眯眯眼过了？嘴巴要，那万一我没对上歌词怎么办？我什么时候眯眯眼？跳舞的时候吗？真的吗？真的吗？那不好看吗？是不好看吗？修不出图吗？那我就尽量睁大眼睛好了，尽量睁大眼睛。一起看吗？我觉得我比武林表演的那个还好呀。还挺好的呀，嗯，好的，不要太紧张。哦，君君的小脸蛋，我看他们兔子的吃播都已经那个啥了，已经开始很卷了。我也想卷一个吃兔子。比武林可以吗？就比武林的时候，我头还是动的有点多了，我头再固定一点。眼神要定。嗯，我剪刘海。剪掉。再剪一点。是吗？比武林的沙漏。那个我觉得不错的。我本来想今天直播给大家跳一个，我这头发怎么是绿的？让大家感受一下我这段时间的那个，那叫什么？等一下。什么？真的吗？比以前，我以前化妆是多糟糕呀！等一下。不要再倒了。
谢谢老婆，我错了的，花花。是那个是什么表情？我那个滑跪的时候是什么表情？不太记得了，已经。我发现练舞要下午练，晚上去没有位置，没有房间，下午可以。谢谢阿奇的花花，你要把我那个表情截图吗？好呀。快点，不滑下来了，不能滑下来，滑下来就要看到我的腿了。这是不是有点肿？可以叫我潘琪。那让我看看自家兄弟的腿。我觉得我今天有点走可爱风，差点还好被我制止住了。我不适合低胸马尾，我不太适合低胸马尾。怎么样，有氛围感吗？有没有氛围感？嗯，Hello， 我本来想明天要不直播了，因为我想我这个隐形眼镜该不要了。谢谢派的花花，我想这隐形眼镜用了很久了，我从被封开始，不对，我从什么时候开始跟你们说我要开始循环利用啊？从我有护理液的那天开始，然后一直用到现在。我想换衣服了，想换衣服隐形眼镜了。哎，已经用了很久了，这隐形眼镜感觉已经要破碎了。它再不破碎，我眼镜要破碎。眼镜现在已经有点红红的了，但感觉明天还是直一下播吧。嗯。因为还是要多化妆，化妆是多练的，多练才会有效果。嗯 ，Hello， 好久不见。什么拉拉？嗯，怎么啦？对，方向正确，要多换几种方式嘛。什么是撒娇八连呀？是什么不能用文字来表示的吗？
吗？不在啊。算了，我想给他表演。八连怎么个八？别呀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只有六，只有六，只有六个。什么？嗯，那一般是，看看。等一下，看看。我懂了。什么？什么？怎么个刺激法？怎么个刺激法？什么道具呀？什么道具啊？等一下，这玩的有点大。有个小灯泡吗？有小灯。还有什么词呀？哎呦，这灯照的我都要瞎了。啥同道中人呀？我，把台词打在屏幕上好吗？
它亮一点，太暗了吧。你们在找什么？看不见脸了。看不见脸了。没有线圈，哎呦，好亮，太亮了。画质不够渣，眼睛看不太见。谢谢 LYNN 今天吃什么的奶茶，妆很好看吗？谢谢夸奖。等一下我看看什么贴贴亲亲抱抱啊，等一下我截个图拍。看不清楚，我要开始了，啊啊！还有什么道具？我还以为要需要用到这种道具呢。还没有，你听听啊，听听。怎么又来一遍？好不好嘛？求求你了，拜托拜托，行，最好。不是这个吗？不是这个吗？看看。等一下，这样吗？我还以为有特定的动作，怎么了？为什么 M 了？
已经开始录屏了吗？我调整一下声线。但是这个不和自己搭档说没有意思。我看了新版的。是这个氛围吧。但灯有点亮。你把灯堵住。但堵住就没那个感觉。你再回来。就手遮一下吧。对，我看了那个。自画像掉了。太亮了吗？按，再按就没了，再按就没了。秋熊素君，秋，因为现在熊素君没有在直播，我就给我的搭档线上传递一下我的想念之情。什么战歌？这还有战歌，我吐了。我是土包子吗？姐姐，亲亲，姐姐，抱抱，还有什么？姐姐，想你，还有什么？姐姐，不要，啊，好羞耻！还有什么？我就记住了一个不要。姐姐不要，还有什么词吗？没了。好，没了，结束。哪来的战歌呀？这个灯光吗？有种深夜的感觉。哦，好的，姐姐，贴贴，姐姐，抱抱，姐姐，亲亲。姐姐，摸摸。姐姐，不要。姐姐，想你，是这吗？还有大摆锤，大摆锤的声音吗？好的，那应该能找。我觉得我说的不够甜，但是，好的。是这个声音吗？我放这个音乐，大家都知道我在看大摆锤，我没在跳大摆锤。
不是你，等一下，你在诱惑我跳大摆锤吗？不，我不是我。是吗？好，谢谢后期。那我再来一个，就是溺死的版本。姐姐贴贴，姐姐抱抱，姐姐亲亲。姐姐摸摸，姐姐不要，姐姐想你，好羞耻。好害羞。好的，懂了。以后谁看我直播外放？真的吗？快解释一下，我不是那种人。还有谁在外放吗？还有谁在外放吗？姐姐不要。真的吗？还敢在外放？我喜欢这样的台词。还有吗？是在真的吗？在外面外放？姐姐，亲我。真的吗？我发现一旦你说过了一遍之后，你就不会再羞涩了。在海底捞吗？姐姐喂我。不外放看，你平时看谁的直播呀？都不外放。好哪个呀？不是变态，就是有一点点变态。大摆锤吗？你可以看我30号的演出，说不定有大摆锤。我现在没有穿那种衣服，我怕，我怕，什么？我们那么刺激的吗？也不是不可以跳。第二首成功表演再跳，那还能表演18？你不录屏了？我想现在给大家来的，我想现在就来一段叫什么？人一旦开始了，就有第一次，就有无数次。科目三。什么？撒娇罢了，我觉得他还可以再娇一点。现在有点幼兽的感觉，不是？可以再
可以再焦一点。谢谢派的花花。大摆锤还有台词那么高级啊。我还有抖音还有配还有这种东西吗？年轻的比较让我看看，看有感情。看看，来吧，来学习吧。什么道具啊？准备什么？哎，刚好。嗯。大摆锤我看过我私下看过嗯拒绝八连完了，我已经忘了那个词了，我已经忘了那个词了。再看一遍，谢谢，我不是白嫖儿的花花。氛围都这样了，拒绝才有意思。有什么？哦，找到了！哦，找到了。找到了是这个吗？洛洛的洛洛，不对，这不是那个洛洛，不是那个洛洛。我还以为是洛洛的，就不是那个洛洛。还好这个点我爸妈已经睡了，他们不会在睡觉的时候看我直播。平时可能会看，再发一下词好吗？我再来一遍，搞个音乐。谢谢小灰的荧光棒。嗯，是这个吗？感觉这个音乐有那么一点点。
你平时都在看这些吗？在哪里看？抖音吗？抖音可以看到吗？不是，我就随便问问。那是什么呀？等一下，我记一下。等一下，我记一下，我拿个笔。记不住啊，我。谢谢上善若夜的荧光棒。什么？错过了。二三四五六，只有六个。姐姐，姐姐，姐姐，抱抱，姐姐，亲亲，姐姐，摸摸，姐姐，不要。姐姐想你，姐姐我的啊，什么好的晚安。熊素君在吗？我看看他有没有在直播。什么什么？这是什么意思呀？姐姐，好热，是什么意思？是，是什么？你们好怪呀。怎么了？好怪啊，是我换了这个背景的灯光就变怪了吗？但我觉得这个台词其实有点适合江西。就是电竞房吗？哦，那很厉害了。可是我没有那么厉害的显卡。什么？这个词怎么变多了？还能加什么词？你还有词？适合江心，就是他一致之前的人。琪琪，你看我嘴巴受伤，然后后来他嘴巴拿给我看。真的吗？那我一会儿就找他。那个词复制好了，一会儿，等一下，是，好的，我在。好奇怪的词。
波波吗？本来想今天早点关直播的，那我等他。Hello， 晚上好。熊素君又不上线，太可惜了，不上线。那么，那个叫什么拒绝版是什么样的呀？拒绝版就是拒绝版。没看过，好亮，好亮。等一下，我知道了，只要拿一张纸把它盖住。嗯，哦，好多了。但是没有那个感觉了。是不是说这个词应该穿的少一点？不是吗？哦，那好吧。把它拿掉吧，我怕纸到时候着火了，灯上面不可以放。好，我今天是来直播干嘛的呀？休息，姐姐，我给你揉揉肚子。对了，大家30号如果可以，就是前六如果稳了的话，就是剩下的可以就是放在口袋房间。对，如果不稳的话，那还是要稳一点比较好。我不知道。很担心，如果没有进的话，我下个月不直播了。
来收手机。为什么呀？是他听到了吗？因为这个月没有多少鸡腿，甚至就是只是刚过了最低档的大概200块钱的，可能下个月就是工资就200块钱，然后怕到时候出隔离了又要被叶总找谈话了。哎呀好烦呀。戴着蓝牙耳机会听到吗？大妹就在这里呀。耳机会漏音吗？他有多喜欢这个灯？对，这灯不错，就是有点费手，手撑在这儿怪累的。签这个不行吗？对啊，我手要挡着这个光。开后面那个吗？不是说要氛围灯吗？我把灯关了。哎呦，好亮啊！这样子舒服很多。不是手持，它那光很亮，然后我手臂就撑在这儿，把它给挡住。不，这样就好吗？刚刚那个不觉得很有氛围感吗？怎么喜欢这样子的？哎呀，明天赵月生日。那明天也是丹森生日，小仓鼠生日，不对，昨天是丹森生日，今天是，有点搞混了。林淑琴生日，啊！为什么笑？我感觉我最近黑眼圈好重，要花很长时间去遮黑眼圈。五月啦！不是，好像睡不着觉，我也想睡觉，睡不着觉，闭上眼睛睡不着，快睡着了嘛，又要下去做核酸了，就，等一下，掉下来了。
是，再过一会儿就关直播。哎呦，真的吗？焦头烂额，我离提现金额还差很多，我都不需要焦头烂额了，我已经摆烂了。谢我不是白嫖安的花花，谢谢一串数字的奶茶，谢谢我不是白嫖安的巧克力。谢谢派的奶茶。Hello， 晚上好，谢谢阿七的奶茶。这灯光好像确实有点东西。也不是没钱，这个月还没发工资，下个月发的话，我还是会有一点点钱的，就是可能，就是我又想到2020年的时候，因为鸡腿少，然后被叶总找去谈话，停了一段时间的公演。哎呀，虽然现在也没有太多公演吧。你妈妈来了。姐姐，姐姐，姐，还给你留点面子。要加班吗？我也要加班，我要五一要握手会，虽然就一个小时。记得多囤一点吃的。怎么会上海不想放假？上海放了一个月的假了。哦，姐姐摸摸。我们财务根本上不了班。根本上不了班，是公司。哪有啊，想让妈妈听听撒娇嘛。撒娇巴黎已经撒过了。对呀，上海是被迫休息。
可是他没有带，怎么办？真的吗？一个多月没放假了。今天外面意外的挺冷的，但是房间里不通风，还蛮热的。我再说说，姐姐不要。还有什么词？五一握手。姐姐好热。是谁想出来的这个词呀？姐姐帮我脱。我的语音怎么挂了？是什么呀？啊？我是什么语音呀？是吗？我是这个语音吗？姐姐，陪我。这是自己想的，这是我想的吗？这是我自己想的吗？啊！哦，姐姐不要走。可以开空调，要不要我帮你涂？人，我发现人一旦开始第一句怪话，就会开始第二句怪话，就会无数次怪话。哎呀，这就是人类。谢谢马英龙志。你哦，黄的荧光棒，啊，对，忍不住，很有意思。邱思俊怎么不直播呢？太遗憾，他怎么不直播呢？江心在直播呢。心还没有，不要皱眉嘛。姐妹，还在化妆吗？啊，不揪头发，不揪，不揪，不揪。我好漂亮。啊，肠胃炎，好的，是江心吗？他怎么又肠胃炎了？我现在要给我自己一个飞吻，因为我觉得我被我自己迷住了，
熊素君吗？嗯，好的，等会儿去看看他。我被我自己迷倒了啊！哄女孩子，嗯，姐姐，是真的吗？他这样会更疼的吗？那怎么办？那我就。那我不就不能为他做什么了？有 Hello 弹幕里有侄女吗？我就问一问，给你们听，姐姐。哎呀！谢鸡翅的奶茶。不是呀，是你们先带起来的这个风头。我本来很正经的一个直播，那个光线，我不是铁。他一定，他不知道有几个种类吧？不是，什么呀？真的吗？什么？嗨。嗨，侄女粉丝。好的，好奇怪的话呀，我们不要聊奇怪的话题了。奇奇怪怪，怎么个曝光法？这样子。是什么？才五个呀。真的吗？也不能这么说，也有可能里面也会有，就是。也会有假装成 T 的 P， 是不是？我什么呀？
我只是看着像屁而已。哎呀，什么呀？嗯，不要说这个话题了。我们不要说这个话题了。哦，不要再说怪话了。我太好看了，好看的我想骂人，我怎么那么好看？嗯，要脱衣服吗？人家有韩家乐了，我总不至于给他骂你们。姐姐滚。嗯，这样吗？我不嗯。好的，晚安。不要喝水。好奇怪的话。嗯。我等一会儿会就关直播了。姐姐滚滚，我不害臊，只要我不会，我只要我不羞耻，羞耻的就是你们。太机智了，坏吗？啊，我又有了，又有一个词了。你看，你不要笑场，姐姐好坏。不行，不够，嗯，那个什么，姐姐好坏，好了，结束，没有，不会再有别的词了。那当然是好坏。好，这个词现在开始。贴在我的书桌上，然后江青还在吗？妈，啥呀？我是三十号表演。拜托，还有什么撒娇三连？刚刚拜托，哇，我太好看了。有没有囤菜呀？多囤一点。我们家今天没有发那个肉，只有菜，但是有胡萝卜。君君今天久违的吃到了一根胡萝卜，很开心。他已经一个礼拜没吃萝卜了，他今天吃到，但是我家没有菜了，没有肉了。
但是冰箱里有很多，我以前还买了很多小酥肉，你囤一点呀倒是。哎呀，多囤一点，特别是小零食什么的，现在我们这儿零食又特别那个啥，还有那种什么米线啊什么的那种，对，能怎么能多囤就多囤，别意思一下。哎呀，对呀，要买可口可乐，硬通货，你拿可乐可以交换很多东西，就是你还要就是，对呀，买冰箱，对呀，买冰箱，买冰激凌，夏天要的，买冰激凌。我现在没有冰箱，但是我又跟大家购了冰激凌，别人其他人的冰箱也放不下，我就只能当天到当天吃，然后或者分给我周围住的人，然后就是这样子了。大家一定要囤，不要象征性好吗？能囤就囤，特别是能种的东西就种，能按箱买的就囤在家里。买了，但是好像还没囤成功，买了意面，等大家都付款了之后，我再问我爸要一下钱，然后我们就可以下单了。应该30号或者31号可以到。不能囤咋了？不能囤那只能等他团购了吧？对，还有纸，然后沐浴露、洗发水、护发素，然后洗洁精之类的都要囤。对，包括护肤品也要囤。最好剪刀最好一定要有，自己修剪头发。卡吗？怎么会卡？真的吗？因为现在上海是过来的。真的吗？上新闻了。希望会多发一点好东西吧。我们这边倒是延迟了几天，这次都没有肉了，干嘛去了？Hello， 不卡。我锁骨真的已经很明显了，哪样的撒娇？疯了吗？什么样的撒娇？姐姐坏坏，不对，姐姐坏坏。姐姐，拜托拜托，姐姐不急。我学一下好几次好不好嘛，求求你啦，拜托拜托，行不行呀？我不管嘛，我爱你呀，你最好啦，人家要嘛。这词是谁写的呀？还卡吗？这个紫光在我房间里看起来更加的紫。谢谢小狼，好惨，丢了蛋的荧光棒，痛苦面具吗？嗯，给他亲亲就不痛苦了。熊丝巾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开运动会嘛，好羡慕呀！
运动会。都喜欢这种呀，原来大家喜欢这种，我懂了。好，快点来呀！我可以给他铺床，另一个耳朵。什么耳朵？还想干嘛？还想干嘛？我，聊是非，可以和他打架，我还没打过架，但是我怕就是打残了怎么办？我想玩枕头大战，我没玩过枕头大战。什么是枕头大战？我是虎，我属老虎的。把我打成梵音棋，把我的把我一半打掉，就变成了梵音棋。嗯，我今天是辣妹路线，可爱吗？谢谢 B O O M W E N 的荧光棒。我怎么今天又变可爱了？刚刚还是那种辣辣的路线，怎么一戴上这个就变了？哎呦，不是红色的耳朵。我还有别的耳朵吗？这就是圣诞装啊！这是修狗，这是修狗。这是我圣诞节的时候买的那套衣服的，有很，我确实有很多耳朵，但有的耳朵粉丝不让我戴。有的耳朵不让我戴，那找都找不到了。不让我戴，就是啊，我找到了，领带去了吗？因为是这样子的耳朵，精灵耳，他们不让我戴，要把我耳朵都扔掉。就不带了，我找找。
你在哪里？你在这里。哦，找到了。有挺长的历史。我的脸太多变了，这个要配合可爱的衣服。我现在穿的是性感，穿的是性感的衣服，不适合这个。哦，什么 ？Pocky， 没玩过。对。什么？对啊，风格有点点多变，取决于就是在于发型了。盯着我锁骨看，是不是变态？真的吗？数独，数独，我小学的时候也会玩，然后后来我就不玩了，因为太难了，太花时间了啊！我以前还考过奥数。还就是上过奥数班，因为当时好像随便就是学校让大家好像都参加了那个什么考试，然后我就随便写写，没想到就通过了初选，然后就让我去，就是让我买书，然后上那个奥数班的那个补习课。但是我上课的时候就开小差，我不听课，就在那边看着走廊。不想看书，书上都是中文字，我不想看，然后就不想看，然后最后好像随便好像得了个什么奖，不太记得了。对，那个，但是小学嘛，小学还好，主要是我觉得它中文字太多了。什么是 no no no？ 看不太清楚屏幕，等一下。那屏幕亮好多，原来我那么亮的吗？等一下，调。太亮了。七分。真的吗？数学大王天使好厉害呀。我小时候的考试，我现在蛮后悔，那会儿都不认真考试，就是每次要我买书我都会买，要考试我都会报，就是不认真，就是去上学校的补习班也不认真，就是开小差然后抄别人的答案，平时作业会自己写，但是补习班的就是学校免费补习，我就不会，像那种体育班啊那种课我就不会特别认真去听，然后去做那个啥。就所以就只得了一些三等奖，还有就是就没有拿到那种一等奖之类的。怎么样，烦吗？这样吗？Hello， 晚上好。
哦，这样看着像项圈。嗯，哦，确实。没有参加过，我以前只参加过唱歌比赛，没有那种跳舞比赛。我也不是，我都不是学校那个舞蹈社的，我是合唱队的，不是他们跳舞队的。好的，晚安。行测加油，航测加油。好，晚安，姐姐晚安。真的吗？广播体操与跳远，那说明你跳得好。我以前那个就是舞蹈队，然后就是他们两次选人，就小学的时候都没有选到我。嗯，可能是因为我小学的时候特别黑吧。我当时很羡慕班上有个女生，然后她皮肤很白很白，然后头发又黑又顺，很羡慕她。因为我小学的时候皮肤可黑了，因为去游泳嘛。嗯，那个皮肤晒的就很黑，所以舞蹈队不选我，我觉得也是情有可原吧。就连他们的那个当时那个什么学校舞蹈队那个替补也没有选我，选了就是都选了一些皮肤很白的人啊。对，我记得我好像后来选那个替补，然后我就进去了，然后就是后来也参加了那个舞蹈的区还是市的一个比赛，就是小学的时候。那个时候我感觉我跳舞没什么意识，就是我还记得我有一个步子一直走不对，但是又没有人跟我说正确的步伐，我就不停在那边瞄其他人的那个步子，因为我是后来过来的嘛。嗯，蛮辛苦的，就是然后想办法蒙混过关，但有的时候就会被老师抓住我这边走的不对，非常胆战心惊。捡了一根笔，你可以在铅笔盒里放很多笔，这样它掉地上了你就不要去捡，丢了就丢了，下课再捡。从此避免它。然后后来就说，但然后后来就有一个传说叫什么差生文具多。就是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传说。谢谢大橘加菲猫的荧光棒，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传说，但是我觉得可能成绩好的人可能文具会比较少，就是但只能说是一种现象，不是说一定啊。嗯，谢谢。就是因为我的文具也很少，我的文具就是一支笔，一支水笔，一支铅笔，然后没了，一支水笔，一支铅笔。我以前上学的时候是什么来着？对，一支水笔，一支铅笔，然后可能还会有一块橡皮擦。别的没有了，别的没有了。只要数学没有牵扯到那种画图的那种东西，其他的我就手绘了。但我手绘也不是很稳，就是画的直线歪里八曲的，那没关系，这不重要。
加油，考试加油。领带就这样吗？我以前上学就文具就很少，甚至都没有铅笔盒，因为我觉得选买铅笔盒太累了，要挑来挑去，然后还要选什么什么东西，就很麻烦，不想搞，就最后就精简下来，甚至书包里面因为觉得背太多书很麻烦很重，不想背，慢慢的就精简下来，我只把作业带回家，还有写作业要用的那些笔，一支笔，然后也会带回家，可能笔不会带回家，在家里备一支，这样就可以省掉50克的重量。嗯，好，考试加油。我也是直接放书包里。你觉得有点点，其实感觉我那个时候有点邋遢，但是确实比较省心。如果把所有书背回来再背过去，我可能就要驼背了，太重了。学校以前有很大的书桌，到那个时候是放书桌里的，如果放不下，我就放地上，或者直接堆在桌上，堆桌上，书桌的桌上。然后后来学校装了那个，后面装了柜子，然后我们书桌从那么大变得那么小，然后这里只能放几本书，然后我就把文具放里面，然后这边就放点今天要用的课本，然后剩下的每次上什么课要用什么，我就要跑到后面去拿书，很麻烦。那后面一大柜子的书，超多东西。学期末的时候简直就是噩梦，因为你根本一次性带不回去，可重可重，像什么试卷啊什么的都在。对，那个时候很头疼的就是，如果老师要讲个什么题目，突然讲到哪一套数学试卷，大家拿出来，然后我就我找不到，当时找不到，我就非常着急。老师，你能重新给我一张，我重新写吗？就很那个，但后来还是能够找到的，就是了。对，初中的时候，好了，我要关直播了。明天看情况直播直播吧，姐姐晚安。会早点睡，想这两天养一下皮肤状态。苦茶子是什么呀？Good night。